为了执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打击恐怖主义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方面的金融制裁决议，特区政府制定了第六斜划2016号法律冻结资产执行制度，第二斜划2006号法律预防及遏止清洗黑钱犯罪，第六条所指的实体尤其是与客户有开立账户之实体，例如金融机构、经营幸运博彩的实体、从事贵重物品交易的实体、从事不动产中介业务的实体，以及上述法律所指的专业人士，需要按照配对准则以识别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制裁名单上的被指认人士及实体。这些实体需履行的义务包括冻结资产、禁止提供资产及金融服务、通知委员会以及配合委员会查核资料。冻结制度协调委员会为了使业界在实务操作上能够符合相关的法律要求，已经在特区政府公布上发布业界指引，详情请参阅委员会的网站 www.ccrc.gov.mo。